John， 美国人 ；Anais， 法国人 ；Vinay， 印度人。他们是沙发客。你会想要用沙发客的方式来旅行吗？我会想要用沙发客的方式来旅行。打破框架而言，不是我们要到外国，我们才能跟外国人接触，在国内甚至在学校也可以跟国外的人沟通。这里是高雄市阿莲国小，视听室里的同学们都很兴奋，因为今天有位阿多瓦老师要来上课。奥利，你曾经参加过沙发课来上课？每个学生他们觉得另外的国家比较有意思，我不同意，我真的觉得台湾非常有意思。台湾在推广国际观，那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？我自己觉得有国际观是为了让我们更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更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定位是怎样的。